来，各位老铁们，飞天带你游芽庄。这边是那个戴琳娜，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纯悦式 SPA， 就是皇帝洗头、神仙采耳那种。跟我一起走。这家店呢，就在戴琳娜酒店对面这些巷子里边。在网上找到这家店的，看这个装修还比较不错，我们想过来尝试一下。毕竟这个越是传统那种 SPA， 我们在国内没有接触过，这边很新奇，所以想过来试一下。装修有点像那个，就那种复古那种感觉。哎，明阳，那个你拍拍环境什么的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这灯真的假的？
觉有点像回到那个民国时候那种画胡子的那种感觉。
很爽。有一种那个黄瓜那种蔬菜水果那个蔬菜那种清香的那种味道。哎，你说这样按摩它能瘦点吗？应该可以。你说以后大家要让你出镜了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摄像小哥号称澳门彭于晏，有六块腹肌啊，八块腹肌哦。爽不爽？好爽。这黄瓜是冰的。我操，我也好想敷一下。我饿了。那你把黄瓜吃了吧。这些全是黄瓜那味儿，想吃。Thank you.
哇，这神仙才了，好几个公爵。我不敢说话，但是真是帅。这个是越南特色的柴耳锅。你要不看见我汗毛？手臂上汗毛。现在我说出来是有多爽，但大家可以看我的汗毛，就是那种爽到咯咯地那种感觉。现在开始按摩。你才胖呢。哎，他手挺软。你不要吓着人家小姑娘。怎样？什么感觉？传统那些 SPA， 哎，你 A 什么 A？ 让你卡油是吧？正经的。我只能说，姑娘腰挺软，还好人家听不懂。嗯，还好。哎，他的手是真的软，而且那地方感觉超舒服。那叫哪叫按摩？哦，那你哪叫按摩？他家哎，就感觉
你跟姑娘在一起真的就是美女与野兽了。别说话了，我是野兽，你是美女。姑娘长得还挺白的。你不要吓到人家好吗？看一看就倒霉。他这个手法有点和国内类似，但也说不出来哪地方不一样。人家这是月式十八。腿。我去，下回你来拍，我来按。No， 这个福利不能给你。小手垂到你的胖肉上是吧？垂个心口啊！
给你剪指甲。不要偷摸人家的手好吗？什么？这种感觉有点像皇帝。你那么胖，估计也做不了皇帝。丢了呀！你做个皇后吧。来，爱妃，给朕剪指甲。你真挺细致的，剪完指甲给你修好，还用湿纸巾给你擦一下。他那个湿纸巾应该是主要消毒用的吧？嗯，消毒。我刚才特意注意了一下，他那个刮胡的时候，刮胡之前，他那刀片儿都换了，这还真不错。嗯，他这里都是新的刀片。现拆的，我刚刚也看到了。其实剪手指甲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没有。你不要说了，你摸人家小手的姿势。没有剪脚趾甲的时候。那你下次让他都动。哎，你说越南，哎，你说越南这个传统，他们这个 SPA 这个方式，谁想出来的？哎，肯定像你这样的人想出来的，说不定真的是以前的。皇帝想出来的，爱妃。以前估计只有皇帝才能享受，现在超值每个人都可以。这块毛巾它和刚才用的不一样，它这用的是冰的，但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冰。
冰火两重天吗？冰火呀、啊，冰火。这里洗头，感觉没力啊！哇塞，这是戴森的吹风机哎，我还没用过。你这死胖子有福了，一会儿让你爽。不要发出这种吟叫好吗？
这妹子力气好大哦。你太胖了，翻不动。区别在于它这个拍上面，它这个拍这个明显能感觉到它把这个力道传进肉里面，而但身上不疼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酥的特别爽的感觉。喜欢人家小姑娘你就直说，小丑没说。出来了，感觉出姑娘的手确实是挺细的。哎，你不用感觉，等一会儿录完之后，我让你再做一遍。你脸怎么那么胖啊？吃你的了。做完脸之后，我现在的脸应该是比姑娘那个手还嫩，油腻滑。你才油腻呢。你现在是红光满面。
我不拍你，我拍姑娘吧。整个下来八九十分钟，好长啊。你在这坐着，多长时间了？七八十分钟了。那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到底啥意思啊？你不就说你拍了八九十分钟了吗？有点感觉像女朋友伺候你洗的一套。你给你女朋友洗还差不多。哎，单身狗哦。那你待会问问人家有没有男朋友。
完了，我的摄像头快没电了。嗯，你真的变白了，我都晒黑了好吗？再生让你飞出自信啊，全程不用自己动手。哎，我的摄像头没电了，不拍你了，换我了。嗯，摄像头没电了，不拍你了。嗯，哎呀，真心皇帝系统，这个皇帝在于自己个人做的啥也不干。哎呀，水路让你再体验一下销售，销售在脸上不断的拍，我真心软。来来来，换你来拍拍，给我拍一个。下面。